Welcome to Praying for Dayspring. 欢迎来到祷告晨光，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为教会祷告，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大能。今天祷告的焦点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为教会寻求神的带领祷告。主题经文是诗篇150章1到6节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，要因着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，按着他极美的大能赞美他，要用脚声赞美他，鼓瑟弹琴赞美他，击鼓跳舞赞美他，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，用大响的拔赞美他，用高声的拔赞美他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现在让我们花一分钟为敬拜团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用我们的全所有来敬拜你，因你所喜悦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也求主高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敬拜者，有更切慕神的心和敬拜的恩赐。求你带领，让我们在敬拜中经历你的同在，在敬拜中圣灵要大大的充满我们，在你里面可以享受一切的丰盛。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最后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